若是无足，能够帮助我救下元彻，才情愿付出任何代价。若我们想要救彻王殿下，希望也在月华石之上。只有进入他的三重梦境，才能打开他的心结，重聚神魂。我似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在那个梦里，有一个奇怪的男人，一直说他喜欢我。 不冒名进宫是因为喜欢你，直言不讳也是因为喜欢你，藐视规则更是因为喜欢你。你不用为了我特意扮成女的，我本来就是女的。我已经说服了自己，结果你告诉我你是女的。 为何别人就能做将军，而我就不能？你就不想知道画中人长什么样子吗？想你因彩妾，向车王殿下请安。这是五祖圣武，关键时候可以帮助你。这五片花瓣没掉了一半，距离梦境世界崩塌就近了一步。既然达不到月华石， 那么就让我们在梦境世界重来吧。这世界很酷。